这就是你曾经可惜风天逍遥的不世之交吗？可惜分为这早有准备，但想一对二，伊也太过突然。莫问那两张高我。一个人一道欢喜比心，一文之间一道和寒斗气，三天劈地而来，弟兄们重逢接招，正比必出速度灯。弟兄们，你不偏激？没错，弟兄们现在也不能死，而我真正等的人就是你。我师兄之首我非报不可，那就来吧。我功德多起，是何人有此定位？此时咱们即将动手。气氛沉，东风杀气腾腾，应说一句，文红，今天文红来弥补自己渡海错误。弥补，秀威，我给你修羡慕的吗？今日要想生我，一定看清回乡之路。曾经铁用之路，官司如今；曾经不用之人，官司如今。三年官雄皮草鸡，将相当之干无料混养。竟然有这般提升，这次总是为了让你接受应得的故意。木剑阁有天地之行，在我眼中，你不过苦苦如意，又何能来斩我？七宝天锁乌龙掌，你跨五界，为龙一掌，凡为这行，自信有天。两人动文绝代之刀，只对挥。只见无声更妙，魔风是更红的，那龙血力刀剑修成，我来也不飘逝。文化翠，更精造，同时精雄人狼。惊喜！我来，你错过了那两三的威灵，是吗？鸿蒙剑士，注意，要投入其中。瞬间上，鸿蒙夺取穿透之灵，那永存秀。红旗鞋和龙杖最为脆弱，你对魔都不够熟悉。呼！用一招高带短刀即可。义雄君，你必然出星星。初一，秀王。你的手胸襟的部分，有些锁起。你胸胸纹，你胸无可乱。
接受你的授命，成为我吧。有可能，消灭天下众，重新我未来目标。你又能如何消灭自己？自己吗？我万分期待呀！你怎么能将销魂侵占？